心留恋，爱爱爱，半夜不睡写和弦，他笑你在勾兑，其实你在放电，爱爱爱，只好假装断了线。爸爸称赞他，妈妈哦落他，我也叫你爱着亲他，摔掉了疙瘩，和他谈梦想，正装出发，约他送花，不要怕。妹妹称赞他，阿哥不落他，爱要认真就别再跑他。QK QK My God 派谁？点一杯拿铁咖啡，拉力拉力，别再 delay， 不后退，也不后悔。真宝贝，抱怨花藏里面，撒浪铁把飞碟，这幸福抓住无限虚伪。小神仙，你明明知哦，写了唔对哈，我一定和你一个交代，好。我袂偏袒善良吼，你放心吼。哎，死啦！你若是跟你袂讲，你讲啥？讲啥？啊！你有做安全措施无啦？啊！安全措施？啊！你听到？哎呦，林伯伯，你是不是误会啦？啊，误会？怎么说？你自己跟你爸讲啊，多少钱啊？好吧，我只是不小心把小轩的镜子打破了。你想着什么了？你想着什么了？想什么啊？你这是敢拍破的嘞哦！哎呀，对啊，只是打破而已。我就是人安怎了嘞？你是了踹着，唔只死囡仔踹，夸张啊你！哎呦呀，就你惊尔嘛！哎呦，你哦，就安要家你妹妹哈？哎，人讲弄破就爱学啥呢？卡紧要变成新的灯，知无？哦，好知。哎呦，暗早小心要来，讲我平拢买两个尔。啊，无紧无紧无紧，恁两个食，阿弟要互你减肥，嘿，我咧减肥变侪，巴肚上大啦，嘿，嘿，恁食得好。哎，阿是讲你无淡薄钱来做啥呢？哦，我觉得就是。哦，没有啊，老爸。啊。因为小仙收到变态信，然后他担心被变态人骚扰，所以他就说来我这边啊。哦。啊？明明就你叫我来的。我哪有啊？是你自己要跟过来的。怎么我要跟过来？是你叫我过来的啊！你还跟你爸说什么我自己要来？我哪有啊？你哪没有？你自己要来的。我自己要去乱讲，再乱讲啊！各位，帮我闻一下，这个变态信上是什么味道？报告主管，我闻到塑胶袋的味道。你猜？我只闻得出山猪的味道。天兵、辉明，我觉得是柑橘类水果的香味。哦，继续。小时候啊，你要跟男生告白要写情书的时候，通常的女孩子都去挑那种有花香啦，或是有水果香味的信纸来写，因为呢，这跟告白成功的几率有个非常大的关系。然后呢？假如今天呢、啊，你们收到一封告白的信，打开信纸的那一刹那，如果你闻到的香味是你喜欢的，那么呢，你会接受告白的几率就差不多是78.96389%。啊，老盖！所以，我大胆推测，信纸的香味呢，是决定能不能恋爱的第一关键。好大胆，老盖！副总，这个太感动了！这个学姐可以推出这种的推论哦，一定是历尽风霜，交过很多男朋友。哦，副总，什么历尽风霜？我还风尘滚滚的，都是经验丰富。哦，不过慧明，我想不到你对爱情跟这个统计学还有这方面的见地啊，不简单，不简单。不是，哎呦，你们都误会了啦。这些呢数据还有这些经验，
都是我看那个课外读物，或者是同学啦、邻居他们的经验，我才会知道的嘛。顾叔，你最知道我啦，你知道这种情书公式吼，对我来说一点都没有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对不对？啊，对对对对对对，看电视学来的了，哪一台？秘密。啊，对了，这样我想到之前我那个表哥永志啊，说我之前杜文生哦写过很多情书给学姐了。那壶不提提那壶，对不对？哦，嘿嘿嘿嘿嘿嘿嘿，继续继续。主管，哎呦，那你既然特地要我们闻这个味道，是不是你心里已经有什么想法？当然，说的没错，因为我有问过仔仔啊。问过仔仔啊？啊啊。哎，看看我买了什么。哎，可以来来来，好啊。来来来来，大家请坐来。放下桌。没有没有没有，听我解释哈。我刚刚是说我带着仔仔去最高街那边，然后买了这些水果。哦。啊，大家看到了没有？有。这些全部都是柑橘类的水果，这边有柠檬、柚子、橘子、柳丁。经过仔细的比对之后，我发现这个杏酿面的味道，是橘子。哦，看得我知啊。来，这是柑橘，最简单。咱按你的村所有文具店找有柑仔味的皮纸，啊，看最近啥物人特去买有柑仔味的皮纸，因为人有一个惯性，伊若买这款皮纸，会固定经过固定买款味，啊，咱就马上把凶手抓出来嘛，对不对？嗯，对。哈哈哈哈但是副总，我突然想到呢，这个信封上有一个污渍，是橘子汁呢。所以我在想呢，依我的判断，这个犯人在写这封变态信的时候，有可能啊，假设一下，是一边吃着橘子，一边写着信，那可能吃一吃，啊，手上有橘子汁，就把它摸下去，沾到了信封。你觉得我这个推论有没有可能呢？绝对有可能，因为我这样想。主管。哎，那我们侦办的方向哦，就不是文具店喽，应该是水果店吧？对对对对，我也这么想哎。顾总说的没错，我们除了水果店一定要去以外，还有一个地方要去，就是日日春邮局。因为这个上面有我们日日春邮局的邮戳，就表示邮局是侦办的重点。我们要马上发公文，希望邮局他们协助我们调查。哦。这吼已经是差不多吼五天前的代志啊，吼，迄五天前吼，我的感冒就拢总已经袂完啦。啊，而且我留一挂吼是要放咧家己吃，带好主管今仔来买，拢总买去啊，吼。啊，这是五天前的代志，你今仔休闲来问我，我是会记的呢。对，我认真做，五天前都袂完啊。但是。小仙怎啊烧这条皮？啊，根据调查，这条皮是日日春寄出来，那有可能这个邮差五天才把皮寄到位，所以我判断，这个人绝对没水果，这个人是个水果买水果那个人。啊，请问你现在不在讲啥哩？差不多啊。差不多啊，我讲啊哈。好。啊，你若讲啥，我先跟你讲啊，吼。啊！我若有收到，我再甲恁讲。啊，你即摆一直甲问，安尼会使袂使？啊，水果子，不要生气，不要生气啦，吼！啊，最后再问一个问题啊，你们觉得附近吼什么人比较可疑？比较？阿来，你把我台词抢光了。我说我怕你太累啦。你怎么讲呀？有没有比较可疑？可疑？可疑。可疑。啊，有的啦。是谁呀？就是那个奇亚跟牛啊！没创意，奇亚跟牛早就被列入可疑人物了。哦 ，no， 这摆无同款，这摆亚个较可疑。算了，普通西啊，
我若要摕烂的水果给因吃，因拢总哦直接收去。这摆吼，开始足色派，直接要用钱来买水果，安怎？对哦，副座，那个水果婶这样讲，我才想起来，他们还买那个有没有苹果送我们吃啊？哦，他们拿出来那个比啦，哇，1000块呢。嗯嗯。对对对，无大无小，惊有钱无得开，内定过来大放送。哎，问题来了，齐队都来。这两个槟榔。无声啦，这表示内底哦无阴公啊，内底一定装得满满满的钞票啦，哎，提供杯啊，你卖误会哦，啊这饼干盒是伫阮家发现的，所以哦这是送我的啦，啊这饼干盒内底哦若有钱啊，啊嘛应该送我的啊，对不？啊你卖误会，我偷摕钱啊，好不？哦，好。我该拼了！妈，来讲几百遍啊，叫你莫动我的物件啊！该拢安尼啦吼。哎呦，莫生气啦，他妈妈嘛是为着你好，啊，你看爱什么册，就是唔好，唔才甲你单调。放喺内底啊！你哦，哎呦，画个乱七八糟哦，佮足奇怪哦。我甲你讲，莫看乱切，会怕歹身体。而且你即马佮当地发痒了吼。我早就发过啊啦。啊，对啊，妈，啊我迄册是较少的啊，啊即马佮人单调，我佮去买新的行囊的。哈，迄你讲少的哦。对啊，啊我嘛无钱啊，我是要安怎买新的行囊啊？啊，你是不是因？什么时候来啊？啊，我之前不是去卖做志工，啊，我去借一台轮椅回来啊，啊，摕给你，啊，你又送给你妈妈，啊，你看我对你有外好诶。哦，你搁会听我想咧？系啦。喂，迄轮椅，你啥时候我买？我买坐轮椅。妈，啊，钱啊，伊嘛是好意啊。一台轮椅哦，我的确是伊共偷摕来，我较歹坐。哦好啊，我一片好心，你把我当作底薪哦。我甲你讲，你莫上超过哦。好，你无爱听，无你莫来呀。好，你又搞搞油皮啦，你无地无钱就来走来人兜。好，我甲你讲哦，哼，我来领。这尼啊高义，哈，这尼啊高义，佮这尼啊乖的囡仔，哪有可能会去买一罐安尼臭汤汤的册？一定是你要搞来打牌对无？哦，你要收超过我甲你讲哦，我这边好意，你安尼，你要不搞逼我啊？对，妈，你先休困一下吼，我甲你出去讲一话。你，不是，我真的。就不要拦我了。其实欧巴桑赖在我们家不走就算了，今天还侮辱我呢。我今天在拼输赢啊，要不然我就不要叫听啊，我就改名叫平凡。哦，你不知道欧巴桑是地球上最恐怖的生物吗？你斗不过他啦。你讲的什么话啦？再怎么说都是波罗庸啦。啊，又是我的错。之前嘛就把你当做自己儿子一样啊，你要多少钱就有多少钱呢。
这个就像提供杯能办一年一度的跳楼大拍卖一样，你只要想个好方法，把饼干盒里面钱全部挖出来就是了。你真的以为那么好挖哦？我都不知道照顾他有多累，两天不睡觉要被他念，晚上看小本要被他念，哦，而且他还做资源回收嘞，也不饿的。没关系啊，这个我知道你的痛苦了，反正我们有钱再买新的就好了嘛，是不是？哦，你说的好像很简单哦，啊，你自己去顾顾看，你就知道有多累了啦。累，去高级餐厅吃大餐会不会累？去夜店把妹喝酒会不会累？去国外 shopping 会不会累？我告诉你啦，要赚钱哦，就不要怕累了。阿姨啊，叫你赶快走了，不然等下最起码看到你有俩工人了。好好好，记住哦，要赚钱就不要怕累了。好，走了。你要去倒啊？啊，妈妈哦，拄我想讲要来去散步啦，嘿。无你陪妈妈来去散步吼，好不？透早才去过，你怎么搁要去散步？透早我哪有去散步？嗯，哎呦，我今嘛想要来去散步啦，你陪我来啦，好不好？你想乖哦。好啦，啊，无我去散落去，安尼较紧啦。我都跟你讲，我不爱坐你车轮椅啦。哎呦，无咱两个手牵手，安尼来散步，拄好啦吼。快是乖仔，小乖，陪我。海风啊嘞，呼吹来，真凉真凉。但是有你陪妈妈行路啊嘞哦，遐风心情还够好。是讲哦，人咧讲，讲诶人哦，海你心若无强，迄边就会歪歪去。是恁讲你的朋友，你知无？其实啊，我的朋友伊嘛对我真好啦，平常时嘛搁对我真照顾啊。而且大家拢讲哦，阮两个人生活足成的啊。听人在话白讲，啥物恁两个足成的？恁两个哪有成？之前我总算讲一句公道话啦。咱怎啊来啦？大家拢讲哦，我的囝生做足缘投的，缘投，啊，就是去拯救妈妈我。缘投。缘投啦。谢谢啦。想当初时哦，我嘛是这个吼，李李春哦，咱这个庄仔来第一美人呢。啊，自细汉吼，我就跟在恁的阿公的身躯边哦，啊去田内哦，安尼甲伊斗打水车。啊，迄个时阵，庄仔来的人，大家拢嘛叫我水车妹妹哦。水车妹妹啦！我们哦，不可以心软啦，动情情哦，不可以当饭吃啦。妈妈就爱你陪我安尼出来行行安尼，真好食啊！啊，你的嘴大未？小可啦。小可，好啊，你好，来，来，这莫哩，你这边妹妹叫来吃吼。妈，多谢你啊。多谢什么话啦？那你是妈妈的囝了？哎呦，你看你嘞。
去从事工作时有痛哦，啊，你有你的目睭拢要乌乌骨汤头，哎呦，妈妈足唔甘的啦，啊，你这边病，你有卡点迄落甜甜的物件来吃吼？啊，你不用烦恼啦，啊，即摆回来啊，以后你的钱就是我的钱。我的钱嘛是你的钱啊，啊只要有钱吼，咱就会当一直生活做伙啊。哦，真好真好。啊，我来去买物件，啊你直接等我。好，大家等你去就去哦。OK， 我这两个。我替我们抢起来了！哎呦哎呦哎，你那是谁的呀？你哪有毛？哎呦妈！你有橘子皮，里面吐出来的籽。看来只有等邮局回复，才能够调阅那些寄件人的资料。嚣张喽！当街打人啊！看到我还不怕？我什么嚣张啊？嚣张的是他啦，他抢最佳卖的饼干盒啦！对啊，最佳卖，他钱都放在饼干盒里面了，这个没良心的东西，我真走！好，交给我，冷静。他们说的是真的吗？警察大人，你要保护我。那钱是我抢的，没有错了。我宁愿被你抓去关了，我也不要被他们打死了。观众，目前你们看到就是日前英勇对抗长匪，帮助一名独居老人保住他毕生积蓄的两颗大槟榔，不是两位大英雄。我不懂他，现在雪球们越滚越大，越混是越屌。我代表全日日村的村民们颁发这个奖牌给你们。从今天开始，你们就是日日村永远的优良村民。这是一种鼓励，也是一种荣耀。恭喜你！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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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你们好欺负，我怀疑。我们要领导你们，我们你们我们你们你们你们帮助我们。两位，请问这次能够得到这个奖牌，有什么感想没有？啊，我们很高兴啊，这是我们第一次可以抬头挺胸的上电视啊。哎，这也代表我们两个中文的啦，中文的，中文的嘞。哇，快你快快下快下快盖头。耶耶耶！我就中白一个，你要两中白呀？哎，我是国家，我跟你讲，这我惊嘞，我惊嘞，我惊嘞！哎呀哎呀！大英雄，我弟弟真的大英雄，哎呦，我是国家。以上就是记者张美琴在日日村为您所做的采访报道。可是那个主管副座，但是虽然现在居强嘛把尤亚当做自己的儿子，这样是很好了，但是档案上他不是这么写的啊。哎呦，档案写什么不重要啦，重要的是哈，居强嘛哦，他的确把尤亚当做自己的儿子来看。对了，这样是没错，但是他自己的儿子呢，去哪里？对呀，他有家人吧？最想骂的儿子哈，叫做阿莹啦。但他很久很久没有回来日日村了。或许哈，最想骂真的是太想念儿子了。讲我这个死囡仔阿莹哦，我也着几巴肚火。十几年前，甲最想骂的西甲骗来了，讲要做生意，结果钱摕了，实际拢无。真的？十年呢，十年哦，他完全没消没息耶，也从来没有回来看过最想骂一眼。我咧想哦，这甲当年哦一件代志有关的。什么？副总，恁知影彰化省道边啊，拢有一片花海，拢菊花。
啊，这花笼吼，拢用迄照明灯甲照，啊照迄个花池吼，一直开一直开，啊所以看到一片花很漂亮。啊，英就甲水仙妈讲要出来去看，水仙妈足欢喜个啊，真偌水呢，西装打扮，结果过去时，等个暗时，暗时佫翻过来，佫等个去时，佫等个暗时，安尼一直等，一直等，一直等。结局阿英甲水仙妈点点滴滴村，互伊自生自灭。老盖还有这种事情呢？所以啊，只要被水仙妈当作儿子的人吼，都会被要求在每一个月六号要带他去看那一片超漂亮的花海，因为他儿子离开的那一天就是十月六号。哎，这样，原来还有这个故事。豆腐啊，豆腐嘞！四十年前哦，是幼咪咪的豆腐，忘掉啊。啊，但是即马四十年后啊，是幺八八豆皮啊。啊，上好安尼背落。啊，唔过你做啥你？我知影啦。你是不是想要谋财害命？谋财害命嘞！我敢是凶人。以我对你了解，你是啊。哦，安尼你就太无了解啊。我头大一去哦，我是。哦，我是惊伊皮无咬好啊，我惊伊刮着，我才去帮伊咬皮啊。你上好是有这么好心啦、啊，寒天的时候会搁抢棉被，啊，即摆搁会正烦恼，惊人刮着。你老实讲，你是毋是要偷摕迄饼干盒？你对啦，我是要偷摕安怎？啊，就是你进度收慢啊，我才家己去摕啊，无是安怎？啊！伊都无摕我，我有法度啊！我是这，是我唔对啦！我找你这个豆腐脑，啊唔对啊，是豆皮脑，做歹代志，哪有可能骗到钱啦？我才戆皮啊！我得找你。再不然我的脑袋就要变豆花了啦！还够怕啦！说你有良心啊！孙海之声打爱听那么大声。你要把妈妈吵醒怎么办？妈妈嘞！哦，叫得好甜蜜哦，妈妈哎！我告诉你啦，朱家妈从头到尾哦都没有把你当作他儿子啊！谁说的？好，要不然我问你，朱家妈她都叫你什么？她都叫我。对嘛？嘉玲啊，那才是他真正的儿子啊！今天朱强茂，他把你当作是他儿子，是因为他担心阿玲在外面工作太辛苦，所以他才把钱给你啊，是不是这样子？那这个钱哦，代表是朱强茂的爱心。那今天阿玲没有把钱拿下来，你觉得朱强茂心里会怎么想？那一定很难过啊！对啊，他会难过，对不对？所以啊，我们就要好心一点，我们就代替阿玲把这个钱收下来。这样子朱家嬤心情就会很好，这样子她开心，我们也开心，独乐乐不如众乐乐，懂不懂？大概懂了。以你的智商哦，我愿意再讲简单一点的。今天这个钱哦，是朱家嬤心甘情愿给阿玲的，啊，我们又没有骗她，啊，所以哦，是朱家嬤她自己骗她自己嘛，懂不懂？懂了。哦，懂就好了。那接下来该怎么做，你应该知道了吧？
幸福抓住我，无限续杯。你哎哎哦，家里注意点。啊，你白痴哦，斑马线没看到。哎，振东！我呀！白痴哦！这两个家伙总算有振作的一天了。哎呦！啊，人讲三宝对身体真好啊。啊，不过大家规日散无回来哦，啊，骨筋骨的骨头拢要散了了啊，哇，真正是，爽着你，艰苦着我。哇，太衰啦，太衰啦，啊，你着怎样？啊，妈妈，哎呦，有关节炎啊，哎呦，安尼溜溜啊，行啊，一日哦，哎呦，巴肚安尼。头痛到要死哦，妈妈嘛想要行较紧嘞，啊，不过那行一个较紧，哎呦，伊骨头条来指挥拢会拍死干嘞，死嘞咯。啊，人生啊，特别下一台轮椅让你坐啊，我就是讲因为你有关节炎，啊，结果偏偏无爱坐，啊，出去散步行行行到无来，啊，不是我喊你转来。死嘞咯，阿姨。你也过去了。细汉的时阵吼，吼，你上爱安尼，甲妈妈安尼手牵手哦，吼，去散步，吼，啊去踅夜市，啊搁去菜市啊买菜，吼，啊来喺厝边隔壁吼，大家嘛拢讲吼，吼，你足大心的呢，哎呦。妈妈的手吼，互你拢足紧张的，拢惊伊妈妈讲，啊那你手放去，袂输会甲你分开安尼。你还阁会记得无？你还阁会记得无？阿英，我唔是阿英啦。唉，你讲呀吼。哎呦，妈妈，妈妈有影老啊得着。哎呦，过老目睭晒过，哎呦，足歹看。我面全条纹，嗨，对对对，好，我来伪装一下，安尼，等下咱若出去，你才袂无面子。哎，咱这拄回来，你是袂记哦？你才唔想要甲我骗，我嘛袂让你骗去。嗯。啊，我嘛是想要陪你去看啦，不过。这么多熊熊的哦，腰酸背痛的，我看我应该是要去先看医生，才能陪你去啦吼。啊，哎呦，哦，哪会安尼？是不是拄只你甲个妈妈爱啊去闪着腰，对不？安尼话你倒嘞，你倒嘞，妈妈甲你托托嘞，吼，我嘛要马杀钱嘞吼，安尼你就会爽快。啊，这镜头突突的无路用啦，这一定要去看医生才有效啦。看医生哦。啊，我看了医生才带你看叫我好好无？安尼，你是不是通先花钱去看医生？哦，我最近就为着爱你啊，爱到安尼筋骨拢酸抽疼。哦，这应该看较好的医生啊，啊，买较好的中药来填补。安尼，我才有体力带你去看菊花吼。啊，好啊。你家己拍开啊。啊，你唔开，我家己开啊。哇，老
哪会唔好你啦？哎呦，都前摆，予人抢去一千块，都是妈妈不辛苦所有的财产啊了。你无钱，奈无甲我讲啦？你害我陪你踅街，行到连脚踢腿啊！哎呦，莫发这大的脾气啦，对身体唔好呢。啊，当无钱嘛，袂要紧啊，咱会使去想办法啦，吼吼，想办法来看菊花，嗯，对。钱也讲了对，我搁再哪叫伊妈妈，伊也是袂把我当作伊的囝啦，伊只是把我当作阿英嘛。你面先来遮歹看哈，阿英，哈？我唔是阿英啦，我唔是恁囝，我叫晓啊啦。你给我听清楚哦，我是为着钱才勉强甲你放胎的啦。啊，即摆你无钱的，我才无管你要看什么海的，我去起甲要去跳海啦。哎呦，他袂安尼啦，你的个性妈妈上了解啦，哼，你咧甲妈妈骗着无吼？我唔相信你一定是咧甲我骗，行，咱来去看叫阿辉，行。烦死啊！后天提供杯跳楼大买卖，也太没诚意了吧！我们包税、包吃、包住，还包儿子，啊，结果嘞，啊，赚掉个几千块，亏大了啦！啊，无这样不安怎啦？伊在咱家呢。反正哦，你都跟他讲明白了，他知道你不是他儿子，他等下哭一哭，哭完了，他就行李包一包，就去找他下一个男，不对，下一个儿子啦。哦，啊，反正哦，他没有离开之前，我们都不要回家了。那我们要去哪？去看那金花啊海啊！拢什么时阵啊？你搞什么共生笑啊？无聊。阿英啊，无幽默感啊！阿英，阿妹啊，晓啊！连个变态我都抓袂着，我这万年资深的副座李达官一世英名，难道就安尼叫开掉心吗？副座，副座，阿若啦，阿若，小姐，小姐，小姐啦，我正想着讲哦，是啥物人哦，最后甲买遐，甲买买走的？啥啦？我跟你讲，你不要甲别人讲哟。好，阿水霞，好，叫吧，啥？阿叫，看到啥个呀？阿叫啊！臭你娘哦！你好，你好。你可别冤枉好人啊！我林黛玉一身清白坦荡，我怎么可能做出那种邪恶肮脏的事啊？我问你，五天前你是不是这个锁根本拢买断？是啊。为什么？因为我老公爱吃橘子，你们也知道，这阵子我们手头比较紧，刚好水果姐姐要清库存，这橘子啊一斤降10块钱，所以贪小便宜就全买了回来。贪小便宜是国民应尽的义务，你做得很对。谢谢副座。不客气。可是如果心理变态，就另当别论了。我这样子哪有心理变态呀？哦，一般有心理变态的人，外表看起来是很正常。副座，副座，小心啦。哦，副座，副座，怎样了？照你的吩咐，哦，在面店附近问了一些人，哎呦，调查有惊人的发现。干得好，没错，好，开始念了哈。你看那个阿玉法师哦，看你就知道他心里有问题。啊，还有，
阿玉哦，一定是心情不好了，煮的面真是越来越难吃了。上次我在汤里面发现苍蝇，好恶心哦！哎，谁说的？谁配破坏我的命运啊？哎，我煮的面哪难吃啊？你叫他出来对质啊！如果我的汤里有苍蝇，来几只我吃几只。来呀、啊，我都告诉你们，我就爱这个法式，我就偏不拿掉。 哦，阿姨，这个不要生气。不大，哎呀呦，你就直接讲重点。是，讲重点。报告副座，以上都是重点。阿姨啊，我说哦，不要这么容易生气，哦，因为呢，人是要有忍耐、有理性，爬虫类才是易怒类，知道不？难怪人家怀疑你啊。 谁说的？那个会在背后里说人坏话的，那才是心理变态呢！你怎么不去怀疑他？搞不好是他们干的。这简单啊，也能不被感冒啊。对啦，老板娘，不要这么生气了。我知道，来到这里哦，生存不容易。但是如果为了自己心理不平衡，把一些事情哦发泄在别人身上，造成别人骚扰，这是不好的嘛，对不对？ 阿拉贵，你把我要讲的台词全部讲掉了，不是，怕你累了。啊，这样吧哈，大爷，反正我的侄子对调查真相，既然我的找感冒的凶手，哈，我都爱找到底。随便你们，反正我问心无愧。很好，这大爷啊。 麻烦你跟阿姨哦，这段时间卖离开你的村，因为阿拉要看你来配合阮调查，所以传所以的，安尼知无哈？知道了。不到，哎呦，收队，去。大玉姐是嫌犯的可能性，算是低的可以。啊，一点进展都没有了。 啊，老盖，我看我们今年的考绩要真的掉卡尾喽！哦，要猎头掉卡尾，凭我李达官呢，啊，几十年的警察经验呢，什么大案子、什么大离奇案子没办过，没破过，对不对？这摆在一个小不拉几的案子上。副总，嗯，到底办过什么离奇大案子啊？不到，就是因为太离奇，所以你听不懂，不要问。 嗯，哎，吴大，我跟你讲，就比如说呢，有一户人家的母鸡呢，去偷了别人家的鸡蛋，就那么离奇，听不懂吗？哈，我听不懂呢。哦，各位，那考核分数有关我们日月村派出所的荣耀。嗯，所以我在想，哪怕把考核分数提高，一定要先从我们个人的考绩上升提高，这样才有机会。但是副座，我们个人的。 考绩不是加在马主管的评比吗？答对了哦，很聪明呢。哎，不想到了，你们想想哈，小轩呢是主管最重要的家人嘛，对不对？对。好，那如果呢，我们可以逮到那个写变态信的犯人，把案子给破了，那小轩就放心，没有后顾之忧，主管就开心，所以我们就有机会考绩。 像坐电梯爬楼梯一样，一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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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也像我们那个山猪的叫声 free 这么高呢哟！太好了，各位，准备出发拼考绩了。是。干嘛？干嘛？干嘛？八主管，我们要去拼考绩。我们要去办小轩的案子。是是是，办小轩的案子，怎么样？怎么办啊？ 怎么没有先跟我说呢？包主管，哎呦，你留守，我留守，可爱，真替你们感到骄傲。不错不错，如果每天都这么积极办案，我天天留守，那又何妨？哎，哎呀，武道也太偷懒了吧，都没写啊。 我来写。身为一个主管，
有办公室不坐，坐在值班台，会不会有点太大材小用？哎呦，杜督察，怎么那么有空过来呢？我坐在值班台是因为我的员警啊，个个都非常积极的办案，所以我就坐镇在派出所了。嗯，哦，你这主管的位置会不会坐得太轻松啊？当心坐不稳啊？这个就不用您担心啦，因为呢，我绝对会坚守在岗位上，认真看待任何一个村民报上来的案子。很好，我拭目以待。他在你心撒野，他在你心留恋，爱爱爱，半夜不睡写和弦。抱怨花残绿叶，洒烂铁挂地铁，这幸福抓住无限续杯。志哥，你可好回想看看，最近有人给你买水果，我讲什么以后你印象较深的无？印象较深的个大人呢？不，什么人？伊讲，哎，我啊，哎，愈来愈水。哎，志哥，这段听袂，要不看嘞？哦，看嘞，哦，我。讲我的感冒吼，好食，佮甜，佮俗。是啥啦？阿姨啊，丹玉姐，还麻烦你吼，仔细的想一想，这两天呢来你店里吃面的客人，有没有人吃橘子？这两天来我店里的客人，没有人带橘子来啊，更别说吃了。哦，不过前几天我倒是跟水果姐姐买了不少橘子。嗯，你有吃吗？没有啊。啊，我知道谁吃了，是谁？阿义。所以这两天你们在油桶附近的时候，有没有看到可疑的人物在那边寄信？有，就我跟油啊，很累嘞你。我是说，除了你们两个之外，你们两个已经忙过了。哦，想想想想别的。哦，对，是没有呢。想一下，回忆一下。什么意见呢？没什么。哦，有，是谁？四二一。前两天。黛玉姐呢，跟追勾静雅买橘子，你就剥了一个橘子吃，然后呢，趁黛玉姐不注意的时候，你就偷偷写了这个变态信给小轩。嗯，你要嫁配路上经过追勾静雅追勾大，佮学了追勾静雅感冒真甜有啊无？对，然后那个变态信哦，要投到油桶的时候，以为神不知鬼不觉阿拉盖就被那个。秦雅看到了。好啦，现在我们全部指证莉莉。你有什么要辩解的，你可以说。老公，你磨什么磨啊？哦，阿义哥，你真的让我太失望了。你知道你原本在我的心中是全日村最有干劲的男人，而且我一直以为你跟黛玉姐真的是很恩爱的模范夫妻，想不到你的心里。你既然喜欢幼齿的，而且你还写这个变态信给骚扰小轩，你太过分了吧！老公，我做你老公那么多年，你竟然对我不忠，还喜欢幼齿的！哎，冤枉冤枉啊，老婆！从跟你结婚的那天开始，我这辈子啊，就只爱你一个了，我就只爱你身上的手味，怎么可能去爱那个幼齿的味儿呢？什么所谓啊，想当年我嫁给你的时候，人家也是青春貌美的姑娘，也是幼稚啊。哎呀，我知道我知道啊，我的意思是说，不管你变成什么味儿啊，我就只喜欢你身上那个味儿嘛。那你说啊，那个
这变态性到底是怎么回事？你说啊。说。啊，我讲啊，阿玉啊，这有关到阿玉这款事代志吼，是阮警察爱办的代志，所以你停。这是我的家务事。哦。今天我一定要把真相给弄清楚。嗯。老公，说啊。我，哎呀，那封变态的信不是我写的嘛。啊，阿玉。那个信封上哈有你的指纹，那如果我们把它拿去检验，啊，如果真的是你的指纹，让我们收集到证据，是，那你有可能就要吃上官司哦。哦，这个还不打紧，那你跟黛玉姐的婚姻恐怕也，你的面瘫恐怕也，哎呦你的。给我老实说，是不是你写变态信去骚扰小轩？如果真的是这样，我就同你离婚！哎呦，不可以，不可以！好，我说我从实招了，可以吧？啊，等一下，我到，记录，哦，记录。好说，前两天，我可是有寄一张批给小轩呐。好，接下来。啊，可是啊，那是我做好心，做好心哦，我帮一个人寄批给小轩的啦。陈燕，哎，阿姨哥，陈燕，我都买饭去哦，买大块麦。哎，免啦，我家己来就好啊。得家己人，你是咧客气啥啦？啊啊，歹势啦，我要甲你搭三趟，顶多互你加无用的。我见啦，我见啦。行啊，啊，你写批给小轩了？无啦，阿姨哥，你看唔到啊？卖假啊啦，我若真目睭看到啊咧。嗯，啊你这个年岁吼，写这款爱情批，足查某囡仔真正常诶，唔免惊见笑啦。哎，我看你即马敢若无勇气，要去寄一张批吼，唔免惊啦。但以前吼，我嘛捌少年过。我知影一款谈恋爱的感觉，期待又怕受伤害。你若不敢行吼，我替你行。帮我寄。嘿啊，啊无看你即摆即个款，你根本就无勇气去即个寄这张批啊。你若行出去吼，可能要一年以后你才会去行。啊，我也帮你行，一点钟就行出去啊。好了，那就麻烦阿姨哥了。嗯。但是，可以。拜托阿姨哥一件事情吗？不要让大家知道，不然小轩如果拒绝我的话，搞得全村都知道，老婆很没面子。放心啦，我一定会替你保守这个秘密，安尼好不好？谢阿姨哥。包在我的心上，我一定会替你行出去。啊，后做摆我替你修理无？免啦，我家己来就好啊。我先走。事情就麻烦阿姨哥。无问题啦。这款垃圾的批卡吼，对影响无好啦。啊，而且那是因为咧批卡遐垃圾着吼，还想要失恋，啊，你我着罪过安尼。所以我毋才偷偷啊，把遐批卡吼换一张全新的。啊，我手顶头的柑仔味吼，毋才会擘着遐批纸。阿姨哥，你确定你只是把信纸放在新的信封里面？你完全都没有看信的内容吗？嗯，无，我足尊重人的隐私权的，我绝对无偷看啦。可
老公，搞了半天，你是充当那个爱的小天使啊？是啊，我本来以为贤耀是个很纯情的男孩子啊，啊上餐也讨到下几款变态鬼哦，天价小轩。对期望太大了，家己造成压力这么大，安尼一直在做，这两公摊啊内衫，啊即马无简单考到大学啊，搁会写变态信函啊，爸。你袂等你甲我等下呢？你要等下好啊？我拿东西给你啊。什么物件？钙片。你要钙片好卖？就听同学的爸爸说，这家钙片很有效，就请他帮我买了一份给你。想说，老爸你年纪也不小了，就每次出任务抓贼。要劳动筋骨，很辛苦。吃钙片可以增加钙质，防止骨质疏松，然后还可以加强身体健康嘛。哦，所以你提我给你的营养针去买钙片安尼哦？哎，嘛唔对嘞，这一罐钙片嘛要500块，啊你卖生几啊顿长老顿无吃，敢有钱好买钙片？我咧讲哦，你莫五百多哦，你好啊，甲读一道，安尼算作有效果，知无？哎呦，我没有饿肚子啊，是上次啊，同学跟我比赛打篮球，他输我啊，说要请我吃一个礼拜中餐呢，所以我就省了一个礼拜中餐的钱啊。那钱摆着也不知道干嘛，想说就买个钙片给吃嘛。说反话鼻子会变成吗？没有，反正我没有饿肚子就对了。这钙片是偏哪些？他一天两次，然后一次两粒。好了，老爸没什么事，我回主管家。想了这个囡仔哦，真正是有孝心，其实也有救。在咧犯错的时阵，若该纠正过来，伊的行为哦，才袂偏差去。为了想了好。这次我绝对袂当隐瞒伊犯的错，若唔对，我会当机立断。抓到那个写变态信的人了，啊？你抓到犯人了，是谁啊？李显耀。啊？啊？显耀？你说，显耀？老爸，我跟小轩是好朋友啊，我怎么可能写那个变态信去吓他啊？啊？那个刀别拿来，快承认吧。我就没有做，我要承认什么？李显亮，男子汉敢做敢当，好不好？我知道，可是，说啊，我是有写信啊，可是我不是写那种变态的信去吓小轩啊，我写的是什么？哎，反正就不是变态的信啊。主管，哎呦，虽然伊是我的囝啦，但是我请求你公事公办，啊，不要徇私，处理吧。
木中。你怎么会说是想要？为什么？啊，都阿姨也讲的咩？他来派出所跟我们讲的。哎呀。哦，我能装的不知道吗？啊，没事啦，我知道，你比任何人都担心，好不好？我处理，处理。那怎么办呢？贤耀，你爸爸说你是，但你说你不是。嗯。那你想不想证明你的清白呢？想。好。需要做一个测验。好。测试。迟。好了，贤耀，麻烦你把上面的错别字全部都找出来。嗯。看不出来错字眼在哪里。我大，你都没有念书呢。我讲福州啊，是，你也看到了，而且呢。那个犯人写的信你也看过不是吗？嗯，他写的文法不对，错字连篇。所以你看看人家怎么样，再怎么说也是个大学生啊，中文程度不错了啦，啊。所以代表你当天不是那些，当然嘛不是有。喂，真的主管，你分析的很有道理耶。而且我东想西想啊，我实在想不出来吼，显要要写变态信向小轩的动机。嗯，我也觉得啊。显耀平常对我蛮好的，而且你又那么保护我，你应该不会想要做剧吧？对，当然不会啊。哦，他平常对你很好。是的，没错。你这么优秀，你儿子是显耀，又不是贤啊，跟秦亚。真的。爸爸马叔叔，哎呦，可以借我过一下吗？老爸。喂。你都不相信我，你很久都不相信我，每次都不相信我。不行啊，阿姨讲多啊。好了好了，现在没事了。对的，误会解开了。哎，主管，啊，那个变态信你们都看过，到底有多变态？给我看一下嘛，看看嘛。你看得懂吗？看看嘛。哎呦，武道，我跟你讲，那变态信里面哈，都是一些不雅的言辞，你还是不要看比较好啦。不是啊，我看。接电话啦。好了好了，没事了。哎，出来，你爸爸。哎，担心。这是村派出所，你好。报一下。抱一下，是，快点抱一下。哦哦，水不水？好好好好，恶心死了你。好，好，好，我知道。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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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再见。不是，就不是啊。怎么样？怎么样？报告那个主管，哎呦，那个水不水打电话来说，那个追枪帽两天没出门了，怕他会有危险，想说请我们去帮忙一下。真的？嗯。那这样吧，慧敏，麻烦你去关心一下，好不好？嗯。主管，我可以找追高进嘛帮忙吗？因为追高进跟追强嘛交情很好。嗯，这个样子更好，麻烦你了。嗯。街头啊，在公园喂蚊子，啊，有家怪不得哎。啊，因为我们家变成庙嘛。什么庙啊？财神庙啊！啊，你每次请那个财神爷回来，啊，不请大尊一点，啊，请一个那么诞生的追侠妈回来干嘛？啊，他现在饼干盒子里面一毛钱都没有，又没办法保佑我们的荷包。啊，现在又赖在我们家不走了。所以你的意思是说，请神容易送神难了。哎呀，然后我们现在离家出走，不理不睬这招，对他一点用都没有。啊，可是朱小妈现在应该是在这里痴痴的等着我们呢。你想想看，啊，只要朱小妈一天不离开，我们就要当一天的流浪汉呢。我现在，我去找了身保养。我有一点，那我们哦，可能要换别招了。嗯。
哪一招？赶他走。啊，有必要做这么绝情吗？有啊，这个社会呢，就是这个样子嘛。就像哦，有一只蚊子飞过来，心里也行。你如果不对他绝情，他就会对你绝情，把你当做大臣吃掉。自古忠孝难两全啊，所以哦，我们要回到奥林北送给我们的家，回去守候村民送给我们的家具。这个就是节义，这个就是忠。如果我们做不到，留在这边继续喂蚊子，就算是尽孝。哎呦，去小妈又不是你妈妈，这哪是尽孝啦？而且、啊、这个社会是有规矩、有正义的，你知不？什么规矩啊？规矩就是哦，那个家是我们的，为什么我们不能住在那边？然后追强麦要站在那边不走嘞？啊，你不行动的话，这样就是陷追强麦的故意，你知道吗？他一个人这样子犯侵占，最后会被关，你知道吗？你记得我要被关很可怜呢，你要打手机给他吗？我知道了，还为了你，为了我，为了追强麦，我一定要狠下心把他赶走，对不对？对啦，我相信你做得到啦。好不好？我一定做得到了。为了维护社会秩序，为了尽忠，为了追强麦好，我一定要赶他走。对，没错，就是这样子。奇怪你，我口才怎么突然变那么好？你都不在啊！哦，我这人无伫，暗门安尼开开啦，这是怎样？朱香，不舒服哈、啊？哎，翠香，你是那个店员啊，阿敏啊？我是阿敏啊，我今天来看看你的啦，哈，好不好？翠香，你哪能你哪能变哪能看你，你也不插啦？我你店员的话呗，我去过呀。你会记无？我安尼小细汉的时，我拢定安尼对你后边，啊，三甲你救嘞，啊，对你安弄行，啊，你拢无爱睬我，你会记无？你较早无吼？你拢定来跟我讲啊，你拢即个诶，后摆吼，我要参加这二十村比赛，啊，我要得第一名，啊，第二名，你先陪我做，你会记无？我嘛甲你讲，好，我做第二名，你做第一名，对无？阿公，因为吼，恁爸爸吼是咧打水车呀，啊，所以吼，大家吼拢叫你最强妹妹，最强妹妹，啊，人个阿哩跟你叫，你是足欢喜的，你会记无？水车的，啊，你是安怎样啦？破龙虾看到我，你拢足欢喜，跟我小舅问的，啊，你起码你拢唔插阮啦。这两天我拢看伊安尼足欢喜，足有精神，啊，拢在甲我拍招呼，
啊，自从伊把休啊当作伊后生了后，我整个安尼精神十足，啊，佮我顶嘞，顶我，我爷囝安尼做友好诶，伊安尼做欢喜诶，安尼，安尼今仔雄雄，安尼变安尼，有啥物？之前嘛，你可以告诉我们呐，哈，是不是发生什么事了？翠倩，翠倩嘛，把所有财产都给我。就是怕我饿肚子，但是他就不怕自己饿肚子。难道天底下所有妈妈都跟追强妈一样？不对不对，追强妈是对自己的儿子阿英付出母爱，不是对我刘啊。我把他赶回去，也不用对自己愧疚。如果送他回去，他要缠着我，跟我回来怎么办呢？志强啊，你有什么心事哈，就跟我们讲嘛哈，我们一定会想办法帮你解决的，好不好？对了对了，你别来讲来我们对了，有什么心事哦，你就跟讲出来。阿妈为了你的心肝来，嘿哦，为了我的心肝来不辛苦哦，人是破病呢。嗯。啊，你若是破病哦，万不哩你囝若转来，看你安尼，伊足伤心足艰苦的呢。嘿啊嘿啊。哦，放出来嘛吼。阿妈你好。哟，你现在怎么才转来啊？哦，哟啊。啊！志强，志强啊，志强啊！哎呀你快想去，我一定会坐轮椅，我阿得阿爸袂阁麻烦你啊！好，我坐轮椅。啊，轮椅，轮椅，来来来来，我对一摆去，开始坐轮椅，坐轮椅。来坐轮椅，好好。是，卡细里个吼。是，妈妈唔好，妈妈唔好。我阿爸，阿爸，袂阁再动你动作，我爱乖啊！妈妈不应该为着你啊坐轮椅等。好，妈妈以后会坐轮椅啊！好好，袂阁再耽误你做生理，袂阁再来影响你的人生。只要你不愿意陪我妈来去看，叫阿辉，点点，叫阿辉，伫个暗时吼，规个天顶拢总是天星，的时阵来点个灯吼，就会，哎呦，妈妈拜托你吼，今晚。就算即摆你袂当陪我去，春天袂当陪我去，啊无热天你才陪我来，啊无秋天嘛袂要紧，我会当等你到冬天，只要你会当陪我去，我一定等你，等等你哦，哎呀，好啊啦，我唔是你的囝啦，我就讲哥哥弟，佮找我麻烦啦。有，大伯不要这样子啦。阿英，莫安尼啦，我知影你做生意足辛苦的吼，我甲你保证，我以后绝对袂耽误你做生意吼，绝对袂耽误你做生意，只要你陪我来去看叫阿辉，你知影无？因为你心情无好，所以妈妈才想讲要带你来去看叫阿辉。你敢知？迄叫阿辉，一下足特别的，一年四季拢总开哦吼。阿英，咱来看叫阿辉吼。阿英，好啦吼。好啦，我唔是阿英，唔是你的囝啦。啊！我管你等我滴。
厝手头拢无效啦，啊，因为恁囝去甲你放散啦，袂阁回来啦。妈妈求你啦，陪妈妈来看一摆，叫我回头好啦，好不好？拜托阿姨啊！不管我陪你去看一百摆、一万摆，叫我回哦，嘛无效啊。我嘛变成阿英啊，也毋是你的囝，我是孝仔啦。我拜托你较清醒的啦。你今早就忘记你甲伊约定啊？金阿婆，你死你死啊！你啊，你是还有良心无？你哈，迄一个老伙仔啦，啊，我尔爱希望一个囝对伊友好，迄一个母亲的心，你敢不知？母亲，你知不知？你是一定要甲吐槽，你莫甲吐槽。我来啦，哎，啊，放生的是阿英，也不是我啊。我是予伊认清事实尔，我也无唔对啊。你是安那啦？你是？你快走！就叫是安那啦？别阁拍啦，那不是歹问题啊！你是？我啊！哎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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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拜托爸爸把一个人带入去啦！哎呀！你这样！是你囝啦！你莫阁骗我啦！我是啊，我唔是阿英，我唔是你囝啦！阿英早拜三年啦，我是啊！你囝为什么要对待我？我爱你，我不走！阿英，你让我关照我啦！阿英，你放三年，你看你今天啊，放三年，你阿英不住啊！我是啊，你不敢走，放桥洞啊！有啊！这个犯人啊，他的字迹潦草，用词极度变态，不堪入目啊！我想呢，他很有可能是在精神状况极度焦虑的状况下呢，写出这封信。他有可能有精神病。主管黎明，我也这么想哎。这个人会写这款批哦，一定是家有问题。所以主管，以我多年的办案经验。咱应该爱为病院的精神科招手，把精神科的人调出来问，闭咧就知影一声就出来啊啦。哎呦，但又未必。为什么？我解释给你听啊。你看，喝酒醉的人不会承认他喝酒醉。他笑哎哈，不会承认他踢笑。对。所以我认为啊，这个人未必有接受过精神科医师的治疗，有没有道理？我也这样想啊！刚刚只是哈，大胆假设小天求证啊，对不对？对。我说你很厉害呢，你又兜回来保住四人面子呢。点。对啦，主管副总，那个变态信你们都看过了，我都还没看过，我看看嘛，说不定我可以找出那个蛛丝马迹啊，哦，对不对？这么想看？对。怎么？千万不要。这菜鸟通常不能看热，这么严重的案子会吓到，而且你的头脑还在发育当中，所以不做。我虽然是日村最菜的，但是我是警察，我有警察的斗志跟灵魂，说不定啊，我看完这内容之后能激发我的脑力，我可以跟主管一样用头脑办案啊，对不对？哎，等你长大再看好不好？啊，后来啦。你听到他讲的这么有斗志，这么热血，很有心啦。对嘛，看嘛，对不对？哎，电话了，接电话了，先接电话吧。刚好哦，好难干。喂，日日村派出所你好。我请。不是，好，好，没道理，马上派人处理。好。看，包主管有。有民众报案，有人开车撞人，肇事逃逸。啊，真的？
案发地点在秦阿家的天津路。受害人是谁？球啊啊！但是已经送往医院急救了。那好，吴道、卓忠，跟我去案发现场。是，副总。这麻烦，值班台啊。哎，为什么？没有啊，副助，体力给我们，用头脑给你啊。嗯，是啊，而且我真的觉得，只有你，派出所里面只有你能够 hold 得住突如其来的大案子啊，交给你了。没问题吧？别收，不紧张啊。嗯，走了啊。我还是很重要的。从这个刹车痕来看，肇事的车辆车速相当的快。主管，以贤儿的个性，他平常看到警察就照跟他不会。看到飙车，他应该会闪才对啊。如果不是车速太快，他来不及闪，那就一定有什么事情让他分心了。我们现在不清楚肇事原因，吴道，你去把整条路的监视画面全部都调出来看。是。这是啥？这是剑道令，你记无？较早哦，咱咧少年时阵啊，啊，你拢常常哦，带我去阿伟伯遐食，啊，拢常常踮咧遐，啊，讲哦，倒一个较缘投，啊，倒一个咧甲你交，啊，你拢讲啊安尼，足欢喜的无？啊，我今日调工哦，去阿伟伯遐买这个剑道令，买互你食。哎呦，因囝外慷慨，佫加足侪料，买互你食呢，来，你去食一嘴来。少吃一点啦、啊、哈！啊，我知道啦，你在担心那个阿英啦、啊、哈！阿英呢，刚刚我只是在跟你闹脾气，哎，她出去跑一跑，散散心，一下就回来了。啊，你不要难过了啦哈！哎，对了对了，阿明老公来对了，哎，伊个阿英弄点安尼嘛，你会记无？伊昨摆哦，啊，若跟你冤家哦，爱到吼，使性的啊，再走出去，啊，一只挂去。开会行行，爱着感觉无意思，爱着学堂甲你回信嘞啊！啊，即摆哦，已经讲我是安尼，所以哦，你免烦恼，伊在咪着等啊，伊咪着等啊，吼！免烦恼啦，免啦，连咪等来啊，吼！主管，什么？尤啊，出车祸，送医急救！肇事逃逸。好，我知道了。追哥进嘛，啊，你先不要担心，我现在先去那个车祸现场协助调查。哦。追小妈就麻烦你照顾了。哦。哎，小妈，哈，啊我哈，下次再来探望你哈。好好，拜拜。嗯。我的手机在这里。哎，追小妹，来叫剑道令，我叫伊剑道令，哎。追车啊！啊，你拢无食物件，哪会使啦？你安尼拍歹身体呢？啊，身体也拍歹哦。你要啥啦？要带恁家迄白病院带隔壁哟？啊？王姐，我家叫你白医哦。啊？啊？无啦，无啦，王姐，我家带你到一间白医，你甲我讲啊。不，追车，你慢，我即摆毋是讲恁家，我即摆是讲叶啊。药啊，带你便宜，你家你家无关系，无关系哈。嗯，你搞阿变，阿公，你假良心。啊，不管我目睭安尼一直跳，一直跳，一直跳，你搞我讲啦，我今日出什么代志，带你转一间便宜，搞我讲，我从来来啦，从来来啦。我跟你讲，我跟你讲哦，即马带你便宜呢，是一个做药啊。啊！因为跌落去，走路无小心，叫车啊撞到，出车祸倒来病院吼，啊，不是恁囝吼，阮囝，阮囝出车祸，无啦，阮囝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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哎呀，不是啊，不是恁囝出车祸啦，你别搞阿姨的叫啦，阮囝出车祸，我今嘛要来甲天公伯求人，我要来救阮囝，天公伯。
你绝对袂使将我家妈笑灭啦！灭啦！灭啦！笑死我！你哎，对起来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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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呀！哎呀！一定无代志，绝对无代志。你这么要紧张啊？你爹卡点的是，你爹没点起来。对起来！对起来！哎呀！我给你。哎呦！哎呀这个姐嘛，你这样着急要倒？哦，哎，这车要去病院啦，啊，着熊仔车祸受伤啦。好，来，救车。好，咱救车吼，咱救车。翠强嘛，你先莫这样着急啦吼！你拄则讲的话，天公伯一定拢有听到，一定会保庇你后生平安无代志啊！是啦，翠强啦，阿姨休啊吼！我是讲阿英啦，阿英哦，阿英哦，一定会健康起来。天公听好人嘛吼，伊一定会健康，一定会平安的，你莫烦恼吼，莫烦恼。是啦，翠强嘛，你的身体无讲介好，我看吼，我想送你等去休困啦。啊，病医生，若有啥物好消息，我先甲你通知，我就点伊载你来看阿英，好无？不会啦！我阿英一晚要伫个鬼门关，阿要当作回来，我要通大家，迄个骨头妹妹袂当来抓我阿英走。是这样吗？好啦。你大姐啊，我扶你来边啊坐坐咧休困，卖跪咧，好不？好啦，好。卖啦，卖走啦，卖走啦，卖走啦！我大姐跪，好啦跪，跪到我阿英，一到平安，都等来为止。我要求天公伯啊，保庇，到我阿英平安起起来为止。天公伯啊！妈妈甲哥哥，我想买一个玩具。刘德哥，你讲咩哦？赵姨娘，你买嗲条啊？拜托你救我阿英，救我阿英啦！
爱你老爸啊！脱离遐紧啊，真正是哦，天公伯有保庇啦。翠香啊，翠香啊，你别烦恼啦哦。翠香啊，病人家属，麻烦一下。哦，好。要麻烦你们去缴一下挂号费和手术费，办理住院的手续哦。哦。交钱哦，好，那这边请啊。白衣天使啊，你一定很有爱心，对不对？老实告诉你，我们家是一级贫户，我们两个兄弟哦，没有固定的收入了，而且哦，我们要照顾年迈的母亲。现在哦，我们家里哦，半毛钱都没有了，所以可不可以求求你再宽限个几天啊？可是我们医院的柜台，我兄弟到现在还昏迷不醒，你知道吗？他要是有个三长两短，我跟我妈妈就活不下去了啦。你们现在如果还要把他赶出去的话，就等于害了三条人命，三条人命，你知道吗？我家破人亡呢。救人最重要，医药费可以先暂缓。白天使，你真是太可爱了。不过。病人出院之前一定要缴清哦。没问题啦，我一定会哦，想办法哦去抢，不是，去把这个钱抽出来缴医药费啦。一定要去缴哦。是这样。讲的这么简单，啊，我是要去哪里抽出这个钱呐？病人年轻，身体恢复得快，伤口换药几天就可以出院了。哎呦，多谢你哦，多谢你哦，医生，真的是感谢你救我家一命哦。不用客气啊，这是我们应该做的。如果还有什么需要的话，再请护理站通知我，好吗？哦，
地公伯啊，多谢你哦！哎呦，多谢你安尼保庇王家，让伊起起来哦！谢谢，多谢啦！哎呦，阿英啊，阿英啊，你巴肚一定枵啊吼！哦，你有想要食啥无哈？妈妈来去买予你食吼。嗯，志祥啊，你哪有钱啊？哎呦，啊都。他拄仔迄水果的哦，剩一寡钱给我啦。啊，没关系。阿英，啊你是想要吃啥？妈妈买予你吃。吃糜。吃糜哦，哦，稍等嘞，稍等嘞，我今嘛随来买，稍等嘞。是啥物？我去买就会使啦，吼。哎呦，但你唔知，我正想要吃啥啦。我来买，我来买啦。哦，啊，你较细只哦。有啊。你真是皮厚肉硬、耐冲撞嘞，比战车还硬嘞！啊，志强妈哪只家？哦，他不是人啊，他快成仙了。他昨天哦，就在这边哦，一直握着你手，守在旁边哦，都没有睡觉哦，然后还唱摇篮曲啊，让我很好睡啊。啊，你在急救的时候，他还在跪在外面哦，求提供被啊，一直到你脱离险境嘞。他脚不是不舒服，他因为我下跪。哎呀，只有他跪，没有别人跪了。来了来了！哇，叔叔，今天我们早餐吃这么好哦？有吗？我们平常不是都吃这个样子吗？哪有？如果说今天的早餐是阿基斯等级的话，我们平常吃的大概就是慧明姐等级而已。哦，我会原封不动的把你这句话转告给他的哦。你会是阿基斯哦？啊？什么阿基斯啊？你是睡醒了没啊？我说的是慧明。哦。那你说到慧明，怎么还不来呢？原来你准备这些是要跟慧明姐姐来个早餐约会。难怪，因为慧明姐姐在你心中就是阿基斯等级的，对不对？不好笑，是吧？哎，我去开门。来了。哇，志谦，早啊，小轩。你吃过早餐没有啊？还没啊。在等你。主管早。早啊，慧明。坐。坐。主管。不好意思，因为刚刚呢，我绕去医院一趟，所以晚到了。我知道是有关 Hua 的事情吗？他怎么样了？还好吧？很好，他已经醒过来了。医院说呢，只要再观察几天，情况稳定的话，就可以出院了。嗯，那就好。嗯，那叔叔，我们改天再一起去看他。好啊。慧敏啊，应该还没吃饭吧？来，吃一点，我们正在吃早餐。嗯。哦，可是我刚才已经去医院陪过那个追霞妈，他们吃过早餐了，所以没关系，不要管我，你们吃，你们吃。吃过了。是啊。对啊。没关系啊，没关系。啊，对了，主管，你叫我上班之前绕来你家，是有什么事吗？你该不会是要找我跟你一起吃早餐吧？当然不止啊，早餐是一件事嘛，但其实我还有另外一件事想请你帮忙。帮忙？没问题啊，你尽管说。那你还记得写给小轩的那封变态信吗？嗯。它的内容有提到，我远远的望着你，望着你那有如白煮蛋光滑白皙的脸，还有那双暴露在极短裙之下，像绞白笋一样修长白皙的双腿，我心中的恶魔又要被召唤出来了，逼我做我最不想做的事。好了好了好了，叔叔。你不要再讲了啦！我觉得连你变得好恶心哦。小轩小轩，不要怕，我们只是在讨论这封信而已，别怕。哎，主管，
那关于这封信的内容，你心里是不是有什么新的想法？我一直在想，他在信里面提到了小轩的长相跟他的腿，还有他说到了他内心的魔鬼逼他做的那件事情，这两者之间一定有什么因果关系。也就是说，歹徒他只要看到双腿修长的美女，就会做出某件事，而且这个事是他不愿意做，但是又不得不做的事。没错，就有一点强迫症的感觉。只不过呢，我从信里面的内容，我只看到了诱因，并没有办法揣测下一个结果。但我没有办法推论出结果，所以现在我们只能想办法重新的召唤出他心中的那个恶魔，我才能知道他到底会做出什么样变态的事情。可是叔叔，你说你要召唤那个恶魔，你是要怎么召唤啊？最直接也最简单的方法就是，投其所好。这个罪犯就是我们日升派出所的同仁，就是他。你将手放下。阿涵，阿涵，你一直都叫我肉开姐，我也一直都把你当作小弟弟在看待，是我没想到你对我还有另外一种心思啊。妈，看我妈妈，阿爸是安怎？妈，啊，妈，你们把我妈，你们把我妈，太巧了吧？冰姐姐，你跟叔叔也是有默契耶。妈，妈，还真的假的？哎呀，我要接你去台北住啊！我要把这10年。没有尽到孝道，加倍的孝敬。我要报案，什么案子？赶快说！我担心贝佳妈失踪了啦。你说的是真的吗？我可以立刻出发到台北做调查。我跟你一起去。来唱歌，这片地是咱的所在。平隆静的日子，沾阮在心肝内。轻轻的云甲，深深的月，痴痴的少年家，骑车流浪，咱做阵佚佗，人生是海波浪。遥远的日子，甲满腹的理想，是风是雨，无人敢阻挡。你敢会记哩咱少年的梦？袂记天顶看云有偌重，想要乌鸟也飞去海角天边，若到顶来敢有勇气？你只要。是什么代志？点点已经过了十几年，想要。